上晚上好，我婆婆晚上好，我婆婆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怎么样？是没有洗头的一天，大家晚上好。谢谢老板上奶茶送我的班卡，谢谢一进一出一哆嗦好爽送我的段本卡，谢谢皮片自己送我的班卡，谢谢皮片自己。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这么早，这还早吗？谢谢一进一出一哆嗦送我的钻粉卡，大家晚上好，一皮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市场是不是快够了？怎么这么早？今天周日呀，今天周日怕超级粉丝团被人截胡喽。今天不是周日吗？早点上来看一看。宝宝们晚上好，宝贝们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吉安娜，不早吗？要不是查查说开播了，我都不相信这是大壮。我这段时间不都挺早的吗？查查晚上好，困困老婆晚上好，早啊早啊。谢谢小和米娜老婆贴贴送我的班卡，谢谢小和米娜老婆贴贴送我的班卡，贴贴贴贴，谢谢三三七七送我的班卡，感谢我们三三七七送我的班卡，谢谢。谢谢马哥老婆送我的雪人飞机，感谢我马哥老婆送我的雪人飞机，马哥老婆爹爹。谢谢我马哥老婆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我们 YYY 送我的单卡，感谢我们 YYY 送我的单卡，老婆离我太近了，害羞了，他在这里。谢谢 YYY 送我的单卡，我爱老子，老子就要爱你，我就要。谢谢，感谢我 S7 老婆是这个钻石粉丝，谢谢我 S7 老婆是这个钻石粉丝，谢谢我 S7 老婆，老婆贴贴，谢谢我们。哎，这个英文怎么念啊 ？Save love you， 谢谢你送我的单卡，谢谢我的名字不会中奖送我的单卡。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老板主播侧着身子直播，不好吧？这样不好吧？哇，逃亡的温柔，他怎么一下抽了8000的心血呀？哇，谢谢红衣雪送我的班卡。嗯，侧面的话太大了，不合适。嗯，谢谢七哥的头发送我的班卡，谢谢大家晚上好。啊，谢谢，感谢雪5896续费的钻石粉丝，谢谢雪5896续费的钻石粉丝，谢谢宝贝续费的钻石粉丝。还是侧着吧，不要侧着，侧着太那个什么。你这是来大姨妈了吗？坏了，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今天格外冷，你要拿学费给我刷礼物，你他喵想死是吧？啊，拿学费给我刷礼物，你以为你不好好上学，你不好好上学能得到我吗？啊，你好好上学，以后找一个好好的工作啊，还有可能，还有我们之间还有可能。你现在把学费刷了，我跟你讲，这辈子都没有可能。你以后别想找我了，哎，你可能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想啥呢你？啊，谢谢，感谢逃亡的温柔送我的星空卡，谢谢逃亡的温柔送我的星空卡，谢谢 QNQ 送我的班卡，谢谢 QNQ， 谢谢莫小莫送我的紫水晶卡，谢谢莫小莫送我的紫水晶卡，谢谢 VIO 送我的班卡。逃亡温柔，你抽中了吗？你抽到好东西了吗？谢谢绵绵老婆送我的雪人飞机，感谢我绵绵老婆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我绵绵老婆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感谢我绵绵老婆，谢谢奥马，谢谢奥马送我的山水初逢，感谢奥马，谢谢奥马送我的山水初逢，谢谢奥马。退休金啊，退休金那可以。但是你都搁这拉退休金了，你看我直播怕是有点伤身体吧？啊，大爷，你这有点伤身体了吧？291钻粉了，哦，我们有望出300。我们周一那个搁群里面抽写真，你们记得加钻粉群。钻粉群的话就是，钻粉群的话。就鱼八至顶点联系杜杜就可以加我们的钻粉群了。今天怎么比平时温柔？今天有点虚吧，可能。别晃，我同意，别晃。你说什么？我没有晃啊！你说什么？嗯，哥哥，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打什么问号？又不是没见过，小场面，冷静，小场面。谢谢，感谢温柔送我的41个星球，还有272个小星星，谢谢温柔。主播真好看，来，仔细跟我说说听听，我有多好看，我哪里好看？来，跟我仔细阐述一下，我哪里好看，有多好看？嗯，仔细阐述一下。谢谢思绪摸摸头送我的班卡，感谢思绪摸摸头，你奶子大。你好肤浅，你太肤浅了，你怎么这么肤浅？你怎么这么肤浅？哥哥，你好肤浅。
的太肤浅了，没想到你们是这么肤浅的男人，错爱了。谢谢谢谢 V I O 送我的班卡，感谢 V I O 送我的班卡。自己长那么好看，心里没数吗？被老婆这么一夸，今天一晚上都好受。谢谢谢谢，还觉得金凤凰送我的班卡，谢谢谢谢金凤凰送我的班卡，谢谢。谢谢 VIO 送我的白卡。今天跳舞吗？当然跳舞，我哪天不跳舞了？这不是还没到点吗？主播能笑一笑吗？我咖啡加糖了。喜欢什么颜色的癞蛤蟆？我去染，我喜欢绿毛。我见你洗头，头发油油的。哇，谢谢，感谢阿农送我的超大玩心，谢谢谢谢少林阿龙送我的超大玩心，谢谢少林阿龙，感谢你送我的超大玩心，阿嘎嘟，么么么。我感觉我今天声音有点哑，昨天下播吃多了，吃的有点不舒服，去头吐了，嗓子哑了。谢谢谢谢我们村头十块七送我的钻石粉丝，谢谢村头十块七送我的钻石粉丝，谢谢村头十块七，谢谢谢谢谢谢哦哦玉玉玉送我的班卡，感谢哦玉玉玉。他的胸肌不会动哎，你他没有坐着，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是安电池的？我坐着他呢，还能一直搁这抖抖抖抖抖是吗？你以为我这个是马达呀？我坐着他都能抖是吗？电动的呀，你傻屌吧？谢谢 CK 送我的班卡，感谢 CK 送我的班卡。说的都是什么话？给我气笑了，给整笑了，他喵的！谢谢谢谢我们 S7 老婆送我的紫水晶卡，谢谢我们 S7 老婆送我的紫水晶卡。就是人肉马达，那就安一个马达，大妹色色。我需要装电池，来这里。
腿好粗，你根本不懂啊！一看你就是没有交过像我这种类型的女朋友，你不懂其中的快乐啊，就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一样，你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男人。真男人是不会喜欢，不会喜欢没有肉肉的女孩。女孩怎样都好看，你就是找不到女朋友，所以觉得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由得着你挑。那找到女朋友你就笑嘻嘻了，还挑这挑那。谢谢我们佛山三姐送我的办卡，谢谢欧欧送我的办卡，谢谢欧欧，谢谢佛山三姐。波波，波波，微微老婆波波，你们刷新一下，大家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大家刷新一下就可以了。噔噔噔，电脑刚刚白屏了，不知道为什么。国外也可以的，也可以啦，其实可以晚一点去。迟到了就星宝岛吊起来，我什么时候迟到了？你有证据吗？写真周一几点抽啊？写真每周一的十点抽，每周一晚上的十点抽我们写真，每周一晚上十点会抽我们的写真。哎，我那只梦中十号色真的不起眼了。你上面的开播时间就是证据，你们今天吃饭了吗？你们今天吃饭了吗？吃饱了吗？吃饱了还想我吗？谢谢光明送我的办卡。哎，这个温柔咋一直在出小飞碟呢？别出小飞碟了，抽我吧，抽我吧，抽我吧，不要出小飞碟了。营养快线喝饱了，快来吧。这不是十点才跳舞，你着啥急呀？星宝岛下饭，星宝岛丢人，星宝岛丢脸。谢谢光明送我的班卡，谢谢米娜兄38G 送我的学员卡，真有眼光，一眼就看出来了。别抖啊，头晕。那就让你们再头晕一点。不给你们头晕，你们要头晕了还怎么看我接下来直播呀？看到我发的弹幕了吗？看到了，馄饨。蛋黄肉馅馄饨好吃，谢谢我是真的好爱哦送我的班卡，谢谢我是真的好爱送我的班卡。不跳舞吗？跳啊，十点跳啊，这才几点啊，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我跳舞吗？
今天是什么风格？今天是可爱风，哥哥们喜欢吗？今天是可爱风，喜欢吗？谢谢吴送我的四个办卡，感谢吴送我的四个办卡，谢谢吴。行动点记得用，现在用吗？还是十二点之前再用？现在用也没有差了，其实。别到时候我忘了，现在用吧。就怕你明天忘了，所以我现在先用了。造反狂的卡，谢谢姐广迅送我的班卡，谢谢小龙送我的班卡，谢谢心里的你送我的班卡，大家晚上好。月尾了，还有什么任务没有完成吗？还有，当然是流水任务了。我流水任务还差个几十万呢，完不成了。哟吼，两张钻粉狂欢卡，谢谢熊秀送我的钻粉卡，谢谢卡拉米送我的班卡，谢谢于小青红送我的班卡。先抽一张，十二点后再抽也可以。谢谢于小七送我的班卡。谢谢于小七啊送我的班卡。大家可以多送我一点班卡吗？大家可以多送我一点班卡吗？求求了。今天超级粉丝团，大家可以多送我一点班卡，这样的话我还有机会可以保住超级粉丝团。今天盒子哥哥会来吗？因为怎么回事啊？他来了我就要丢人了。谢谢清晨的周和心里的你送我的班卡，谢谢追风惊鸿送我的许愿卡，谢谢明爱兄38G送我的班卡，谢谢桂子，谢谢养哥长长花送我的班卡。我要打个字，我打什么字呢？送我办卡，今年暴富。谢谢于小七送我的皇冠，谢谢迷雾不吃小酥肉送我的钻粉卡，谢谢。口红好像变淡了。谢谢西门烤豆腐，谢谢思乐送我的蛋卡。你看过六月六吗？哎，豆豆，你能不能推一点正经的啊？能不能推一点正经的舞蹈？你这推的都是啥呀？谢谢星河送我的单卡，感谢卡拉米送我的单卡。你们这推荐的都是啥？我这两只色号好像是不一样。谢谢过往爆炸送我的单卡，谢谢眼睛送我的单卡，谢谢横图送我的单卡。大肥猪晚上好，你个
你个大傻子，晚上好。谢谢横图送我的班卡，谢谢横图送我的班卡。刚回到学校，你累？作业写完了吗？今天这么早啊？对啊，今天不是超级粉丝团吗？就早一点，结果刚刚电脑还炸了。说你好烧，那是因为我很性感，所以他们觉得性感的女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都烧。谢谢我小熊软糖老婆开通的钻石粉丝，谢谢我灿烂子老婆送我的紫水晶卡，谢谢我灿烂子老婆，感谢我们坤坤老婆送我的钻粉卡，谢谢小金旺送我的班卡，谢谢米娜真好看送我的班卡，谢谢浅浅送我的班卡，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就算搁这坐着打呼，你们都觉得我烧，那是因为什么？太 sexy 了。没有下巴，哎，你们来看我直播是来看我下巴的是吗？啊，那我这个灯光打到脸上了，没有下巴，那光把那个阴影处给打亮了呀。你们怎么这么纠结？看个直播还看我有没有下巴？天天的净说骚话，委婉一点行不行？李娜，我想看你性感曼妙的身姿。谢谢，金水杯送我的班卡，谢谢我豆芽糖老婆送我的钻粉卡，谢谢追风惊鸿送我的班卡，谢谢我小熊软糖老婆送我的钻粉卡，谢谢小 M 送我的班卡。可以打我一巴掌吗？你怎么这种要求？你是个抖 M 吧？啊，这种要求，来，啥要求啊？打我一巴掌都来了，看口渴不行，我现在不空的话，待会儿我就过敏了，我就没办法跳舞。谢谢，我就想吹吹风送我的班卡，谢谢安保卡卡送我的钻粉卡，谢谢我们静香我送我的班卡，可以踩我吗？好变态呀！哎，你真的好变态呀！怎么竟有这种要求？不好吧？谢谢米娜的吸枕送我的班卡，米娜的吸枕，我都说了，你搁我膝盖上枕着，你都看不到我的脸，直接就给你枕窒息了。哎，谢谢马有心爱美女、啊、送我的班卡，谢谢听众牛云宝贝送我的钻粉卡。肚子大，我肚子哪里大？我肚子哪里大？为什么看不到？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肚子哪里大了？哎，哎呦！
但是确实最近胖了，最近没有控制饮食，我一定要减肥。新的一年我一定要好好减肥。谢谢小金玉送我的单卡，谢谢谢谢 ZE 送我的单卡。看看肚皮，哇，看我上不之前吃了三个牛肉丸，两包猪脆骨。减肥算了吧，为什么？因为不是喜欢水蛇腰吗？给你们减个水蛇腰出来。谢谢我们 WY 送我的十个单卡，谢谢漂亮男孩不说谎送我的单卡，谢谢谢谢 WY 送我的十个单卡。重型坦克，你再说我是坦克，我就笑嘻嘻，不跟大傻子一般计较。谢谢默默送，谢谢我默默老婆送我的三个钻粉卡，谢谢秋山送我的班卡，我就压死你，压死他。那也太刺激了。谢谢珍珠奶茶老婆送我的紫水晶卡，感谢我珍珠奶茶老婆。谢谢我默默老婆送我的三个紫水晶卡，谢谢不是轩送我的半卡。我今天衣服是不是穿的太素了？我今天衣服是不是穿太素了？谢谢一定一出一哆嗦师傅送我的钻粉卡，谢谢。弹过，根本喘不过气。切，感受到压迫感了吗？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压迫感了吗？你感受到了吗？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压迫感了吗？谢谢我们往事随风送我的蛋卡，谢谢。亲我一个，好无聊，好无聊，亲我一个，好无聊，快亲我一个。好无聊，跳舞啊，那还有十分钟呢。胳膊有点粗，能不能美颜一下？你以为科技那么发达是吧？你想瘦打就瘦打。不不。我今天头发好像有一点油，我光洗了刘海都拯救不了这个油。谢谢谢谢莫愁送我的蛋卡，谢谢。这字儿，乔宝送我的猫耳朵，感谢乔宝送我的猫耳朵。胸有点大，请缩一下，不好，不好。等过了十二点，可以跟你们一起出去吃夜宵，可以跟你们一起出去吃夜宵。吃夜宵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有多你妈离谱了。什么？好壮？说谁壮呢？你讨厌，哥哥不喜欢我这么壮的吗？我可以保护你的，哥哥。我可
可以保护你的。如果外面有人欺负你，我可以重拳出击的。这一点没关系的，哥哥。没关系吧。谢谢时空送我的饭卡，来，老婆保护我，困困老婆，就让我来保护你吧，都让开。谢谢啊，老美送我的饭卡，谢谢薯条炸鸡翅送我的饭卡。谢谢于小七鹏送的班卡，姐姐好凶，我哪里凶了？就这里凶了，其他的地方都很温柔。带我一个，我也要保护。屁屁，你还要保护啊？你不应该保护我们吗？谢谢于小七，谢谢顾然送我的班卡，谢谢和 Coco 干三炮的王老板，和 Coco 干三炮。王老板啊，竟然还有人记得三炮。谢谢光溜溜送我的班卡，谢谢大贝送我的班卡，谢谢秋生定格别念送我的皇冠。哇，这个好可爱啊，是电动车吗？谢谢裸奔的兔子送我的班卡，谢谢改名中奖的 C19 送我的班卡，谢谢 ALEE 送我的班卡，谢谢。快啥呀？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那我今天的这衣服真的好素啊，本来要走了，但他说要保护我，就让我来保护你吧，哥哥，就让我来保护你吧。再拉下来一点，
뭐해라는두글자에네가보고싶어나의속마음에담아오오이모티콘하나하속에달라지는내미묘한심리를알까오오많이바쁘지않아 nothing 나나잠들어있지않아 insomnia 나나지금다른사람과함께谢谢谢谢开动的钻石粉丝，谢谢谢谢我们 V O N 开动的钻石粉丝，谢谢宝贝。静待花开望水月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谢谢静待花开望水月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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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马上跳开场舞了。
送我的四个班卡，谢谢，谢谢我们布里克送我的皇冠，谢谢我们布里克送我的皇冠，谢谢木少送我的班卡，不油吗？我觉得老油了，我还要把头发绑起来。谢谢木少送我的班卡，谢谢凯轩，谢谢繁星，谢谢，裤子太长了，我的短裤被阿姨洗了，短裤穿不了，被阿姨洗了。这机器人反应有点慢，这机器人有点卡顿。这个机器人跟不上你们送礼物的节奏。不行，他不行。谢谢繁星送我的办卡，谢谢青青超老公送我的办卡，谢谢霸道送我的办卡，大家可以多送我一点办卡。今天打超级粉丝团，大家可以多送我一点办卡。谢谢涵涵仔，谢谢我涵涵仔老婆，谢谢风吹小弟弟送我的办卡，谢谢霸道，谢谢和宁，谢谢。有没有害羞舞？想看害羞舞、啊？害羞舞那不简单，害羞舞那么简单。我真的感觉我胖了好多，我要减肥了。谢谢无涯送我的班卡，谢谢勇敢姑姑送我的班卡，谢谢彤彤送我的班卡。Yes, oh yes, yes, oh yes, 改天再跳。今天十点档的舞蹈已经跳完了。那你12点还带我们出去吃夜宵吗？吃完再减嘛，不着急嘛，我这一个月减下来。谢谢我们炸薯条炸鸡翅送的饭卡，谢谢我陈振子老婆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我陈振子老婆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陈真子老婆。为什么要减肥？因为胖了呀。对，火箭是可以点韩舞的，超火可以点动感光波和大摆锤。谢谢我陈真子老婆。盒子哥哥什么时候来？想他了？你怎么回事？我在这里，你想他干嘛啊？谢谢我熊宝送我的雪人丘比特，感谢我们熊宝送我的雪人丘比特，谢谢我们熊宝。米娜得有低了吧？怎么天天有人看不起我啊？你说谁是低呢？你看不起谁呢？谢谢825送我的班卡，感谢我们825送我的班卡。哎，我这个衣服太显胖了，我要去换一件。我要换一套衣服，这衣服太显胖了，不好看。你们能等我一下不？我要去换衣服。谢谢阿航哥哥送我的班卡，谢谢8252549送我的班卡，谢谢难过要记得我，送我的班卡。你们等我一下，这太显胖了。
别穿，我他喵的，我一拳打爆了你的狗头。不能等我是吧？你确定不能等我？那我不换了，本来还想给你们换点刺激的好看的，你们这一句不能，那算了，不换了。你们不想看啊，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那算了呗，不过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罢了，那算了呗。哼，没关系，不想就不想，我就不换了。谢谢今天有小默默送我的办卡，谢谢郭郭送我的办卡。刚刚还说不能，让你们逞强。哼，那我去换了，等我一下。不好看，我再换。
那就唱这个了，那就唱这个咯。显壮？哪里显壮？这个显壮吗？白色，我刚刚穿的短裤就没换，我刚刚穿的短裤还在里面。你们说的白色不会是刚刚的短裤吧？谢谢我叫十八送我的暖水晶卡，谢谢静待花开望水月送我的单卡，谢谢用户送我的单卡，谢谢夜男人送我的单卡。怎么还不跳舞？刚跳完，11点跳完。哦，晨晨老婆改名字了，谢谢，感谢我晨晨老婆，谢谢我晨晨老婆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我晨晨老婆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大大大头文送我的班卡。你们可不可以送我一点班卡？我今天打超级粉丝团，我那个分不是特别稳，大家可以送我一点班卡吗？虽然我超不过第三名，但是我怕这个分待会儿到12点给人家999班卡给秒了。大家可以的话就送我一张蛋卡吧。谢谢我晨晨老婆送我的单卡，谢谢李七叶送我的单卡，谢谢超老公送我的单卡，谢谢。报一下三维，我不知道我三维是多少，这玩意儿还要记得吗？啊，谢谢，感谢胡小丽，谢谢，感谢胡小丽送我的66个单卡。嗯，谢谢胡小丽送我的66个饭卡，谢谢我们胡小丽送我的66个饭卡，谢谢眼中尽胜失望送我的饭卡，谢谢慈柔送我的饭卡，谢谢四银子，谢谢 WCWYCA， 谢谢往事随风。身上只差了条尾巴，那尾巴太重了。太重了，不好跳舞。会跳小野猫吗？那歌太土了，我不喜欢。哎呀，超管来了！啊，超管来了！谢谢往事随风，谢谢花夏送我的单卡。往上拉一拉，待会儿还没开票就不让穿了。嗯嗯，超管，你吃饭了吗？你快去吃饭吧，你两点，你多吃一会儿，两点回来最佳。谢谢一路向北送我的班卡，谢谢帅星送我的水晶飞机，感谢帅星送我的水晶飞机，谢谢帅星，感谢帅星送我的水晶飞机，谢谢。超管说今天可以色色 ，no no， 今天搭妹色色。谢谢胡小丽送我的20个单卡，谢谢秀才送我的单卡，谢谢小一眼炮送我的圣洁单卡，谢谢胡小丽送我的20个单卡。喵，喵。
蒲小林哥哥，谢谢你做的20个蛋糕，谢谢一眼炮送我的单卡，谢谢小李最帅送我的单卡。我看一下，待会儿那个这个衣服安不安全？这个衣服要是不安全的话，11点之前我再去换。噔噔噔！呀呀呀呀！跳舞啊，11点在跳呢，你着啥急呀？不是10点才跳舞，你又不早点来。不用，很安全。这每次这件都来超管，这件确实比较性感。看不够，那也可以超我点哦，不要火箭点喊我，火箭是可以点喊我，超我可以点动感光波大摆锤。谢谢我们快乐视力架老婆送我的许愿酒，谢谢手持烟花与谋生送我的单卡，谢谢用户送我的单卡。老大点个，谁他喵的起个名字叫罗米娜之父的啊？你占我便宜是吧？我待会就跟超管举报你这个 ID， 把你给封了。占我便宜！谢谢快乐米娜帅超火送我的单卡，谢谢 WYCA 送我的单卡。没有，我定睛一看，太妙的米娜娜之父，新改的，那你真行啊！什么时候可以点战袍？点战袍跳人猿泰山，你有点得寸进尺了。跳人猿泰山还不够，你还要我穿战袍跳人猿泰山？我真的我脸都不要了，真的脸不要了。2619，从此再也没有罗米娜了。罗米娜个斗鱼没脸待下去了，不可以点。咱直播间不提供这种服务啊！谢谢小李最帅送我的单卡，谢谢被米娜的胸压扁。你一天天的搁这想着什么呢？这起的都是什么 ID 啊？被米娜胸压扁。谢谢快乐米娜刷超火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快乐米娜刷超火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米娜星宝岛很棒送我的星空卡，谢谢提供的不提供，我们直播间不提供战袍跳人猿泰山，不提供，谁说提供的？你们自个儿跳，我今天都还没有心动男嘉宾呢，不提供这种服务，至少要骗进来一个心动男嘉宾再说，等他刷完超火，我们有可以考虑一下。谢谢韩贵贵送我的班卡，谢谢星辰未央哥送我的班卡，谢谢午觉春娘爱洗澡送我的班卡。暗示超火提供 ？No， 熟人面孔不算啊，我就要新来的心动男嘉宾。我那个战袍，主要我那个战袍都不知道放哪去了。我那个战袍从买到现在没洗过，2年多了吧，没洗过。谢谢大喵神送我的单卡。可能阿姨觉得那衣服我不会穿，所以从来没有给我洗过，老臭了。谢谢大喵神，谢谢米娜胸38G送我的单卡，谢谢。今天有哥哥点3件套吗？别搞，别整这些。我懂了，杜杜甩地址，我们给你重买。
可以，但没必要。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怎么进群啊？你联系杜杜，晨晨老婆，你联系杜杜，鱼巴的置顶帖，联系杜杜呀，就可以让他拉你进群了。怎么点我？一个火箭点韩武，一个超火点一个超火点大摆锤开火车之类的。我头发扎上去好看，还是披下来公主头好看啊？女粉是14级进群吧，女粉是14级进女粉群，然后钻粉群的话只要开通钻粉就可以进我们的钻粉群了。钻粉群每周一10点抽写真，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写真。哦，15级进女粉，15级进女粉群，给你们随便翻一张。这衣服臭臭的。超火可以点6月6。哎呀你看呀杜杜，你今天一提6月6他们都记住了。谢谢我们 ICY 老婆送我的3个钻粉卡，谢谢我们 ICY 老婆送我的3个钻粉卡。3件套是什么？3件套就是11点的3件套啊！谢谢繁星送我的许愿种。多少空降？我他喵的空降到你的城市，拿把 AK 扫射你的大脑门！他喵的，一天天的净搁这说骚话。谢谢繁星送我的许愿种，谢谢繁星。怎么才可以撑15级？明天就可以了，你明天打完卡就应该15级了，晨晨老婆。新人入坑，进一点新宝岛。你们搁这干啥呢？啊？待会人家真点了，看完就取关了。3件套是什么？正经的3件套是开火车、大摆锤和动感光波，不正经的3件套是人猿泰山、新宝岛和啥？姐就是女王。人猿泰山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你们就是看腻了我平时性感的样子，现在想换个口味。谢谢普朗克投放粉丝送我的班卡，谢谢怎么。谢谢怎么送我的班卡，谢谢夕阳送我的班卡。成年人肯定看不正经的呀，讨厌。不行，那不正经的就是开火车、大摆锤和动感光波。谢谢怎么能送我的班卡，谢谢你大大帅气，谢谢淡淡的忧伤送我的班卡。开过火车吧，11点了。你们一直搁这说，跳舞，我10点才刚过去多久？这还有25分钟呢，我这25分钟怎么面对你们？一直要跳舞的请求，要不实在不行你们刷个火箭吧，我也不介意。谢谢，感谢我们混子老安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混子老安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感谢混子老安，谢谢。几点播到几点？我一般是9点播到2点，或者是迟到了。迟到了另说。开通钻粉可以进群抽写真，对，明天就抽了，明天就抽写真了，周一就抽写真了。今天能有幸见到最炫民族风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写真正常吗？写真还行吧。
觉得写真反正拍的我挺好看的。瞅一眼就一眼，喂，哈哈，谢谢米娜修38G 开动了钻石粉丝，谢谢米娜修38G 开动了钻石粉丝，谢谢谢谢谢谢你开动了钻石粉丝，盒子哥哥，盒子哥哥不在。你们开到钻粉之后，记得去鱼吧的置顶帖联系杜杜，然后就可以获得，就是可以获得我们抽奖的资格了。进我们的钻粉群，鱼吧置顶帖联系杜杜。看到了吗？不给你们看，上次给你们看，上次给你们看写真，差点给我涌疯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超管啊，以为我漏点了，但其实呢，我只是把手放到这里，他以为我漏点了，啊！差点给我涌疯了，给我吓死了，给我吓得我当场手就发麻发抖了，你知道吗？看看还看，待会又给我疯了，他就直接给我。直播给关了，就看一眼，不能看那玩意儿，不能看啊！哎，超管又来了，我是不是得去换件衣服呀？超管来两次了，这个衣服，待会去换件衣服。我知道错了，超管，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换，你先放我出来，超管，我知道错了，小黑屋好吓人啊！谢谢超管，谢谢超管，嗯，超管，我错了，你们不要把我关进小黑屋，小黑屋可吓人了。我去换个衣服，我这身衣服说实话确实沟有那么一点深啊，有那么一点吓人，有那么一点让人窒息啊，我就去换件衣服保护大家的身体健康。我去换衣服啊。밤이좀남는밤새곧그속에나를쏙감추고걸음을재촉해걸었어그런데사람들말이너만아직도왜그러니그저서야둘러본네안내 Say for me 손잡고걸은사람하나없는내게달콤한봄바람
가사를불러봐수많은연인들가운데왜나는혼자만똑같은거리와어제와같은옷차림난제잘인데왜세상은변한것만같지누군가와봄길을거니고할필요는없지만누구나한번쯤은머물고싶은그런기억을만들고싶어떨어지는벚꽃잎도엔딩이아니봄이시작이듯사실은요즘옛날생각이 나걷기만해도그리워지니까다시느낄수있나궁금해지지만 Then you know what사람 하나 없는 내게 달콤한 봄바람
今天得好好的保护我，你们今天要好好的保护我，不然的话我怕我今天比较容易心态爆炸，因为我要来例假了，我要来例假了。谢谢小李最帅送我的班卡，感谢小李最帅。对，有那么一种可能，是因为来例假了变大了，有那么一种可能。我现在肚子有点痛，我去上厕所看看先。我是罗米娜的臭宝，感谢罗米娜臭宝送我的班卡，谢谢用户送我的班卡，感谢用户送我的班卡。你好嚣张啊！哎，十一分带主播，还有十分钟就跳舞，啊，这个金带真的。太短了，你轻轻松松十二分，十二分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十二分了。谢谢花夏送我的班卡，谢谢卡西兰纳西送我的班卡，那个你们。多送我一点办卡嘛，多送我一点办卡嘛，我怕我到时候被人秒了，多送我一点办卡嘛。来嘛，谢谢七小梨子送我的单卡，谢谢咱说好的随遇而安送我的单卡，谢谢肥鱼心送我的单卡，谢谢用户送我的单卡，谢谢耶稣大王大人送我的班卡，谢谢徐坡爱豆送我的笑容，对，送我的班卡，谢谢我不发心的雷送我的班卡，太朋友了，谢谢月晨晓送我的圣洁班卡，谢谢七送我的单卡，谢谢月晨晓送我的深夜单卡，谢谢华痴送我的单卡。他不是胸不是长到锁骨这个位置的，是这个衣服太小了，给他挤到这个位置的。金丹好漂亮，跳人猿泰山一定很好看。
不，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啊，你这种想法很危险。谢谢谢谢杰哥送我的办卡，谢谢玄云送我的办卡，谢谢发发发送我的办卡，谢谢谢谢9527，谢谢我是罗米娜的狗，谢谢宝贝送我的三个办卡，感谢宝贝送我的三个办卡。今天有好哥哥点三件套吗？没有没有没有。谢谢喵呜送我的办卡。我们还差多少办卡又可以涨25分？谢谢当送我的办卡，谢谢我上班老婆送我的10个办卡，谢谢金灵苏送我的办卡，谢谢休闲，谢谢小车，谢谢超两根肋骨给我煲汤。那没不用了，有点残忍了。谢谢憨小的表妹，谢谢烤奶七分甜老婆送我的奶水晶卡，谢谢憨小的表妹，谢谢 KAS， 谢谢我是罗明拉的口送我的蛋卡。你们这一天的名字要笑死我、哦、谢谢感谢我们逝水流痕哥哥送我的166个钻粉卡，谢谢我们逝水流痕哥哥送我的166个钻粉卡。哥哥对我真好，哥哥真好，谢谢哥哥送我的166个钻粉卡，谢谢哥哥，哥哥今年发大财，谢谢谢谢想眼泪不流下来送我的办卡，谢谢特殊主给你，也谢谢树，谢谢4+2=6送我的办卡。干啥？我夹一下，我跟大哥夹一下，怎么了嘛？谢谢小德，谢谢淡淡的忧伤送我的班卡，谢谢若狗狗脚若脚踏狗屎就纵死你医院送我的班卡。跳一首动感光波，十一点不是都会跳了吗？十一点会跳开火车大摆出来动感光波、啊、这衣服太小了，他妈这衣服怎么是缩水缩得这么严重啊。谢谢我渣渣会改名必中奖送我的办卡，谢谢葡萄精灵苏送我的办卡。哎，对了，你们知道这个牌，这样的一个三角形，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奔驰的那个牌子，他们电动车什么时候上市啊？居然有胸毛，这他喵的，对，哎，对对对。这就是我的胸毛，白色的胸毛，看到了没？这就是我仙女的标志。谢谢小是那个小牌子，就那个我 smart。 你会开车吗？我会开车，我每天晚上开车我都差飙车了，还问我会不会开车啊。谢谢薯条炸鸡赤座我的班卡，谢谢呆萌纯戒御姐控送我的班卡，我都老司机了，这衣服好像有点勒，是太勒了这衣服。你要不先去考个驾照？我一定可以的，我先学好，然后再去考。谢
谢谢 Super Idol 的笑容做的五个半卡。副乳好，哪有副乳，我这是他喵的给挤出去了。待会会跳星光派对吗？十一点不会。主播有胸毛，这是仙女的标志。你有白色的胸毛吗？只有我，只有我这个仙女才有白色的胸毛。夏天去考驾照有男高中生，真的假的？还有这种好事？哦，暑假。哦，但我又不喜欢男高中生，我怎么可能为了男高中生去夏天才去考驾照呢？晒死个人呢！哦，我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要现在去。你们不要用这种东西，影响我的学习。我是去考驾照的，哎，不是去他喵的看帅哥的，帅哥只会影响我的前进速度。哎，要跳舞了，到点了。到点了，到点了啊、哦！你冒询问再送166办卡能点人猿泰山吗？我觉得应该，可能好像不行吧。谢谢小学生放学小卖部借送我的办卡。Schlüssel zum Erfolg in dieser Branche ist dieses Schmuckstück hier. Es heißt Kok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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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 Good Remix.Turn up at they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dressed in candy flavors.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Say no to drugs. Gay for pay and free. Justin Bieber. Ch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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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a.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on that party train. Ch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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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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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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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ck. Some juice with some gin so I can win and party with all of my friends.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groupies and rats that like them bottles. Calling all my duck face Instagram models. Calling all the cuties doing squats for their booties and Snapchatters. I need more disappearing boobies. Ass, cash, flash, no one rides for free. Ass, cash, or flash, no one rides for free. But me,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只敢小幅度的跳，这等一下，待会儿现在跳那个大摆锤。
黑暗中你的眼神闪烁看着我，空气中 Bass Bass 在蠢蠢欲动，这样的夜晚还少了一点什么，在不觉的空洞，因为帅气的像我，而美丽无限像我，到哪儿都炙手可热，说 Baby 你怎么能错过，是你温柔可爱，是你致命诱惑，是你就这样的击中了我，有时爱来得像海啸，淹没了心无处可逃，在浪里不停打转，请给我靠岸的讯号，如果你的心在飘摇，给我机会把你讨好，解释我的秘密。感觉心跳加速，感觉天翻地覆，想要快乐你就解开你的束缚，被音乐征服，发现你的天赋。感觉心跳加速，感觉天翻地覆，想要快乐我就解开你的束缚，谜一样的舞步，快乐是一种天赋。请给我靠岸的讯号，如果你的心在飘摇，给我机会把你讨好，解释我的秘密武器，你会爱不释手，为他神魂颠倒，动感光波，感觉心跳加速，感觉天翻地覆，想要快乐你就解开你的束缚，被音乐征服，发现你的天赋。感觉心跳加速，感觉天翻地覆，想要快乐我就解开你的束缚，谜一样的舞步，快乐是一种天赋。자야 우리 애기 참된 모습이 너무 달콤.
想上洗手间了，谢谢谢谢月后积粉送我的班卡，谢谢赵富贵送我的班卡，谢谢雪碧不会冒泡送我的班卡，谢谢透心送我的许愿卡，大家可以就是多送我一点班卡，我今天那个超级粉丝团我需要班卡，大家可以送我一点班卡，谢谢谢谢我薇薇老婆送我的钻粉飞机，谢谢我薇薇老婆送我的钻粉飞机，谢谢谢谢小恐龙送我的班卡，谢谢荔枝，谢谢乖巧，谢谢三十八起送我的星空卡，有点喘不过气，这衣服太小了。薇薇老婆波波。谢谢我乌冰老婆送我的飞机，谢谢我玩玩子老婆送我的三个钻粉卡，谢谢英红送我的班卡，感谢英红。我跟那个发型师说一下去。
谢谢暖送我的班卡，谢谢猫哥又送我的班卡，感谢猫哥，谢谢木木送我的班卡，谢谢我的阿四哥送我的班卡，谢谢华仔送我的班卡，谢谢大家哦。年轻人有没有把持不住？我们去打把 PK， 还有40分钟就12点了，有点紧张。女孩看我正常吗？怎么不正常了？美女，多爱看美女，就像我一样，我也经常偷看美女，很正常。人都有欣赏美的那个想法。比如我是美女，所以你爱看很正常。嗯，怎么就许那些男孩看了，就他们能看美女吗？我爱看美女。我在说你呢，我的天。Hello， 舅舅晚上好。嗯，我晚点啥？你定吧。那我定中间吧，中间咱就。我浅蹲，你扭腰。好，现在醒目的飞机好。那你定惩罚。惩罚？我们做个猫伸展吧。好激动啊！你是我偶像。哎呀，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谢谢米娜的大老公送我的班卡，谢谢猫咪送我的班卡。醒目的飞机，谢谢醒目。那惩罚是什么来着？猫伸展。哦，好。嗯，好。谢谢猫咪送我的班卡哦。我放一个适合浅蹲的舞蹈，好激动，好，适合浅蹲的歌曲。谢谢你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马哥老婆送我的班卡。行，我好紧张啊，行不？戴上我的墨镜。看看人家，正好今天我就觉得自己胖到不行了，他就让我看到他。难受，谢谢磊啪啪送我的班卡。Isn't that cute? An extra belly button. 谢谢醒目的告白烟花。You need to put your pants back on, honey.吃的那三个牛肉丸我都想吐出来。
也太可爱了。我的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想把我昨天晚上吃的夜宵都给抠出来。谢谢品送我的班卡，谢谢在下白银木风送我的紫水晶卡，谢谢醒目，谢谢醒目的火箭，谢谢醒目的告白烟花，谢谢醒目的飞机。谢谢我一桶高老婆送我的水晶钻戒。谢谢，感谢我们熊宝送我们飘水火箭，谢谢我们熊宝送我们飘水火箭，谢谢熊宝，我的天哪，这个他这个腰一站起来，我就开始，我用力吸气，我使尽全力吸气，我他喵的，都四块不如，我好难受，姐妹们，我 emo 了。谢谢熊宝送我的三个火箭，谢谢熊宝，谢谢兔牙糖老婆送我的钻粉卡、啊，感谢熊宝送我的钻粉卡。一站起来我就输的，是的，没错。冲啊冲啊，我们要输了。好，谢谢我们熊宝送我的大白纸火箭。谢谢熊宝送我的动感公播飞机，谢谢熊宝送我的动感公播飞机。这他喵的谁顶得住啊，这个腰什么叫做我这辈子会有腹肌吗？下辈子也不可能啊。那个坐下吧，温馨坐下吧，休息了。我愿称之为斗鱼第一腰，这个腰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梦。That has got to be the smallest dick I have ever seen in my whole life.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我前面就你今天开播的时候我还看了你一下呢。是吗？可惜了，我今天没洗头。你有这样子打扮已经很好看了。不行，见美女那当然要完美。谢谢记得按时江苏送我的两个班卡，谢谢。你好美呀、啊！那可能不好意思。真的想笑死，我们两个不干啥，只是互相看到也会害羞。还是1分50秒。我墨镜呢？你笑什么？我觉得你牙齿好漂亮呀！我牙齿花了快十万呢。这专门弄的吗？对呀、啊，烤瓷。哇，真的好好看啊！那你牙齿磨了吗？磨了，但是他没有全部磨掉，磨了一点点。但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看，你这样笑起来的太美了吧？是啊。花钱了，哼！
他们是花了十二万。我忘了，我忘了具体花了多少了。反正前前后后哭牙什么的花了很多，因为我爆牙。其实我也有点爆，你知道吗？我下个有个牙齿就是歪了。我不算，我也不算爆牙，我是两颗门牙有点凹进去，就我这样很烦，就去弄了。真好看。还有最后三十秒了，还有最后三十秒了。嗯，这嘴巴也好好看啊。美女，你全身都好看。谢谢醒目的赞，谢谢醒目，谢谢醒目。你要去当牙医，牙医很赚钱的，但牙医好难，好难考。对，当牙医可赚钱了。对啊，我而且我那个牙医还是个美女。现在看牙不是就是很贵的，现在看牙很贵啊。对呀、啊，补一个牙都要八百。是啊。毛生长。我觉得我在你面前猫生长。不，我猫生长，我猫不了，我这是。我这个是老虎。哎，我觉得我觉得我跟谁 PK 我都不会这么不好意思，真的。你把我弄得也不好意思了。太美了，你太美了。那我们走了。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嗯，对对对对对，这边是个很出名的。今天晚上做梦有素材了，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变成他那样。今天晚上梦里面我就要带上他的腰走维密。啊，那个腰好想搂他的腰。对面是小酒窝呀，小酒窝微星，晚上夜宵还吃吗？不吃了吧，咱就不吃了吧，还吃什么夜宵啊？我恨不得把我昨天前天的饭全都抠出来，还吃夜宵，我配吗？你看看我的肉，我连腰线都快没有了，我的腰线都快消失了，我配吃夜宵吗？你看，我不配。我的那个腰线都快变成直筒了，好难受，我好难受，我不配，我不配吃夜宵。我本来还想出去带你们十二点之后任务完成，就是那个超级粉丝团进去之后带你们出去感受一下啊上海的氛围，上海的夜宵氛围。反正我也好久没有出去吃夜宵了，结果一看这腰，我还吃个屁夜宵，我明天都不吃饭了。哼，谢谢俊宝宝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浪子送我的班卡，谢谢表哥送我的班卡，谢谢。我们要感受，真的吗？好久没有吃大肠包小肠了。啦啦啦啦，谢谢小九行送我的班卡，请问你们知道？算了，我本来想问上海哪里的夜宵帅哥美女多一点，但是一想到我要是去直播吃夜宵的话，那太丢人了，还是算了。再去 PK 找一个自信的，啥自信？啥自不自信？我刚刚小酒窝不自信呢，他只是看到我害羞了而已。你没听到他说吗？只是因为我。什么？为什么米娜这个封面那么好看？那当然呢，也不看看是谁的照片。我一般去哪里吃夜宵？一般我不告诉你，万一你去偶遇我了怎么办？谢谢小桃子送我的班卡。万一哪一天我没化妆没洗头，蓬头垢面，穿个拖鞋就去吃夜宵，结果被你们拍下来了。他们就说：“啊，昔日的女神，我的女神竟然长这个逼样。”被谁？
不能告诉你们我的行踪。哎，我这个眼睛。偶遇你了，就来拍拍你的肩膀，说罗米娜多吃一点，再胖个10斤，加油。那你说你夜宵一般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呗？吃火锅或者是烤串，或者是烤肉，比较多。我这个眼睛戴的好看吗？我还有金丝边的。我们来一场偶遇吧。不行，我要跟你偶遇了，你就要把我套个麻袋撸走了。这个像不像老花眼睛？大孙子过来，大孙子，奶奶给你发个红包，过来大孙子。为什么人家戴上去就是知识分子的感觉，那我戴上去就跟老太婆一样。谢谢白夜薇送我的暖水晶卡，谢谢白夜薇送我的暖水晶卡，谢谢。谢谢天上牛云送我的赞粉卡，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现在的分数写。喘不过来气了，救命啊！哎，他们都没有动哎，第五、第六名都没动。谢谢玄玄是个宝送我的班卡。感谢寻寻是个宝，快点晚安。夜宵摊上碰到你，我真给你叫了两拳。什么？你要打我？你怎么忍心打我？你给我来两拳，你真的好过分。谢谢寻寻送我的班卡，谢谢 HI 送我的班卡，谢谢空白送我的班卡，谢谢。哦，有划拳了，划拳，那没事的。我划拳不行，我经常跟叶老师吃夜宵的时候跟他划拳，就好像我跟个那个智商不高一样。那他们是15、20、10、15、20、20，不是15、20、10、15、20、10、15、20，没有。没有，就我他们要的像个智商不高。谢谢空白送我的班卡，谢谢空白。你本来智商就不高，你他喵的，你要么不说话，你要么说话了，你就来骂我，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都这样？你不能因为我漂亮，就用粗暴的语言来掩饰你对我的爱慕，不可以这样。哒哒哒哒，查房嘛，我查谁呀？大家送我点饭卡吗？马上12点了，稳一波，帮忙给你两拳。我身手矫健，你打不着我。我来帮你挠痒痒。不，你就想摸我。红了，那说明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敏感嘛，娇嫩嘛。谢谢你那个胖子，谢谢你送我的5个班卡，谢谢胖子，感谢你那个胖子，谢谢
谢谢，感谢逃亡的温柔送我的星空卡，谢谢逃亡的温柔送我的6个星空卡，谢谢胖子送我的10个班卡，谢谢胖子。跳舞12点跳，我12点我还得去换个衣服，这衣服真的是显得我太胖了，我好难受。五娘庄什么时候再返场？那五娘庄等我瘦下来再说，等我瘦个180斤。我的猫，做我的猫，让时间放慢就。要看跳舞，着着急啊，还有20分钟呢，还有20分钟呢，别着急。哎呀，我想去上洗手间了，憋死了。等我一下。哦，谢谢我怕你睡要着凉送我的10个班卡，谢谢我怕你睡要着凉送你10个班卡，我是那个什么。好，谢谢我下面老婆送我的10个单卡，谢谢我下面老婆，下面老婆，谢谢我下面老婆送我的10个单卡，我就上洗手间了。护妻没有戏啦，等他瘦，你什么意思？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哎，就算保持距离也很甜蜜，只因你才有这权利。给你们放好听的歌。疯狂。
想你的夜，这思念难道直到感受不到痛为止？可这过程我怎么可能会装作没事？别教育我怎么爱你，却没教过遗忘。随意的举动撕碎我所有的立场，我心知肚明，不愿戳穿你的另一面，却没想过如今变成我的难免。昏黄的路灯照不亮整条街，我怎么用力也走不到你心里。倾盆的雨下了一整夜，我们离得这么近，你却看不清楚我的泪。消失的火花，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怪你。谢谢我们 YEMORX 送我的麦卡，谢谢。还有14分钟就12点了，好紧张哦，好紧张哦。谢谢我们 YEMORX 送我的班卡，谢谢，谢谢你送我的班卡，谢谢我罗米娜天天开心哦送我的班卡。谢谢，感谢我盼你，谢我梁送我的10个班卡，谢谢默然深醉送我的班卡。我们这一波办卡还差30张办卡，还剩30张办卡就可以加25分了。谢谢你啊，大老公送我的2个办卡，谢谢根科花下送我的办卡。风筝酒怪还是发现你的眼妆最好看，是吗？他只是经过。今天的妆，今天眼妆还蛮淡的耶。时间并没有停留，只偶尔听说。谁说？谢谢我们黑黑送我的10个赞粉卡，感谢我们黑黑送我的10个赞粉卡，谢谢我一拳送我的3个赞粉卡，对。H3R3 的歌是真的好听，但是就特别容易 emo。我之前听他是听那首，这首。我 emo 的时候听这首歌，越听越 emo， 越听越 emo。谢谢，感谢我们黑黑。谢谢我们黑黑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我们黑黑，感谢我们黑黑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我一了，别一别一，在开心的时候就欣赏歌就好了，不要 emo。 你的世界快忘了呼吸，哎呀，这个袋子太疼了，累的吗？ I lose control， 全部没有。谢谢黑黑送我的2个动感光波飞机，谢谢我们黑黑，感谢我们黑黑送我的2个动感光波飞机。谢谢我们黑黑，谢谢怎么知道七成宝就收手送我的班卡。美颜稍微调低一点，我就这首歌叫什么歌？这首歌叫做不断 part 2，不断 part 二。
说的背影。H 三二三的声音一出来，哇！不要到处我整颗心给你，都送你。他这个男人到底是受了什么伤？谢谢 P A N 送我的办卡。他到底受了什么伤？办卡的祝福这么大的吗？对呀，只要送我礼物的，都祝你今年暴富。都不想送飞机了，你可以多送一点办卡。谢谢白夜微送我的暖水晶卡。谢谢白夜微送我的永恒钻戒，谢谢大米拉大送我的班卡，谢谢孤勇者送我的班卡，谢谢我们 H M D R D D R Z 送我的动感高空飞机，谢谢 H M D R Z 送我的动感高空飞机，谢谢出没送我的班卡。我们这个班卡还差九张就又能加25分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拿9999张班卡秒我吧。应该不会吧，毕竟9999张办卡60000人民币呢，也不是60000欢乐豆呢。刚刚的 BGM 是那个不断 part 二。谢谢我们 PANOPLYSTAR 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你送我的雪人飞机，谢谢我们裸奔的兔子送我的10个半卡，感谢裸奔的兔子送我的10个半卡，谢谢顽迪送我的半卡，谢谢顽迪，他能秒我。他的9999张饭卡秒我，谢谢牙仙送我的饭卡，谢谢梦想暴富送我的吉米卡，谢谢姚天书送我的饭卡，不能逆 flag， 我也害怕我到时候一逆 flag。我就无了。谢谢陈汉奇兄弟送我的17个蛋卡，谢谢陈汉奇兄弟送我的17个蛋卡，谢谢陈汉奇兄弟送我的17个蛋卡。谢谢瑞拉送我的水晶马车，谢谢陈汉奇兄弟送我的钻粉卡，感谢陈汉奇兄弟送我的钻粉卡。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宝贝们，老婆们，群里面，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别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那些都不值得我拥有。You make me crazy all day, you make me crazy all day。寂寞在忍受我的一切，让我独自一人抱着痛苦下坠。With or without love, doesn't remember my bitch. With or without we cry, don't tell me any of my shit. With or without. 谢谢楠楠老婆送我的饭卡。感谢我楠楠老婆，谢谢我楠楠老婆送我的班卡。谢谢传奇小雨送我的10个班卡，谢谢米娜新人男友送我的班卡，谢谢米娜新人男友，谢谢小雨送我的10个班卡。谢谢小雨送我的10个麦克。
哒哒哒哒，谢谢小雨送我的六个班卡，感谢小雨送我的六个班卡。哪个群啊？女粉群，你们又看不到女粉群。好像整片天空都在陪我落泪，你的笑容，你的冷酷，慢慢做我都做。谢谢米娜的歌之窝送我的班卡，谢谢众生送我的班卡。你粉群发什么东西？八卦。谢谢谢谢众生送我的班卡，感谢小丁今天小灰灰了吗送我的班卡，谢谢更喝花下送我的班卡。谢谢雨梦开通的钻石粉丝，谢谢雨梦，欢迎雨梦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记得去鱼吧的置顶帖联系杜杜，然后进我们的钻粉群，我们周一十点钟，周一每周一十点抽写真，每周一十点抢红包抽写真哦。眼睛里面金毛毛的。谢谢我们陈汉奇兄弟送我的九个钻粉卡，还有三分钟，真别秒我，真别秒我啊！好慌，好慌张。男粉群，男粉进女粉群要去个泰国，找那个找小 M 小 M 团购。还有最后两分钟，害怕。外面好多礼物，钻粉快破300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会不会掉。消失的火花，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怪你，怪你轻而易举消失。谢谢从前，从前往后就一米一送我的单卡，还有一分钟，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就一分钟。谢谢不可爱送我的班卡，感谢不可爱。这个分其实九十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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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微笑送我的办卡，12点了。谢谢清末云溪送我的赞粉飞机，谢谢我们清末云溪送我的赞粉飞机。大家那个可以去赞粉联赛点点签到，现在有11个人签到了。谢谢李道君真人送我的许愿卡，谢谢李道君仙人送我的许愿卡，谢谢危险送我的10个赞卡。大家可以等到。几分钟，等到5分钟，等到05分的时候再打卡。谢谢危险送我的10个赞卡。大家可以过5分钟再打卡。我先去补个妆，弄个头发。我可以抽卡哦，行动点等我下播再那个啥吧，你们要记得提醒我下播再录。曾被他逛过的每个路口，为何你停留不走？低头想了很多，每一句 goodbye good night 慢慢堆叠变成我他的思念 day by day by day， 从他的口中全都变成一句无所谓。为他而学着唱的情歌，他早忘了，但是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排的前几位。看他的现状，他那份害羞啊，谁会在意你呢？他早都忘了这一些对你始终折磨，你所有只剩下他一个，可这种。只是经过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只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又会触动，眼泪又滴落，闪动，太多的话都变沉默。
家准备好看舞蹈了吗？可以打卡喽，零五分了，大家可以送个飞机，送个饭卡。谢谢群英送我的饭卡，谢谢我的熊宝送我的挑选的节，谢谢温柔送我的星空卡，感谢温柔送我的星空卡，谢谢宝送我的挑选的节，谢谢我的熊宝。你想要的答案其实很简单，谢谢泡泡解开圈，我不要却没有你的未来，谢谢老子妹微微送我的动感高空飞机，谢谢感谢老子妹微微送我的动感高空飞机，谢谢凯轩，谢谢凯轩，谢谢超梦，谢谢老子，말투 내 표정들 나
停了，下个月就没有了，下个月就没有了，下个月不是就清空了吗？
信，谢谢温柔送我的时空战机，感谢温柔送我的时空战机。今天全部收了。对，可以超过点，稍微点那个。对，我抽到三张了吧？嗯，抽到三张了。快没有行动点了，点不了了。谢谢长欢送我的单卡。嗯，谢谢米娜娜的老公送我的钻粉卡，不是钻粉飞机，谢谢，感谢老公送我的钻粉飞机，谢谢老公，谢谢米娜娜的老公送我的钻粉飞机，谢谢 LY 送我的单卡。感谢 LY， 谢谢，谢谢 LY 送我的单卡。好，谢谢空白开通的钻石粉丝，感谢空白，谢谢空白开通的钻石粉丝，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记得赶紧抓紧时间去联系，就是钻，联系那个鱼吧置顶帖，鱼吧置顶帖的帖主就是杜杜呀，就联系杜杜。联系杜杜进我们的钻粉群，我们周一就要那个什么了，周一就要抽写真了，周一十点抽写真。谢谢我奈奈老婆，感谢我奈奈老婆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谢谢我奈奈老婆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对，群里面今晚抽写真，周一抽写真，谢谢我奈奈老婆送我的动感光波飞机。还去吃夜宵吗？不去了。不想去了。谢谢我杏仁人呢，谢谢我杏仁人的老婆开通的钻石粉丝，感谢我杏仁人的老婆开通的钻石粉丝，谢谢宝贝，感谢宝贝开通的钻石粉丝。记得去鱼吧的置顶帖联系杜杜，然后进我们的钻粉群哦，周一十点会抽写真，周一十点就要抽了。现在斗鱼它那个抽奖系统一直不好，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播的时候抽，不然的话可以直播的时候给你们抽。谢谢六宝，六宝咋？六宝又换名字了，这不是头皮屑，这个是我的那个接头发的皮筋褪色了。六宝要早起。我信了，你这个点还在看我的直播，你明天必不可能早起。谢谢我们六宝送我的水晶飞机，谢谢六宝。想看欧尼奖，欧尼奖太色色了，不要。欧尼奖太色色了。刚打完你内战要睡了，好吧，那你快去吧。怎么开幻神？幻神开不了，幻神得有活动才能开，我可以先开个超跑试试。谢谢六宝送我的风系卡丁车，谢谢六宝送我的水晶马车。像波多，我才不像波多，波多比我好看。都快二十的台子了，哇、哦！你再升一会儿，你再升一会儿，到时候就可以拧我们的周边了。
放下了任何在意，这份牵挂只会让你崩溃，由始至终的选择全都在你，走的路够了只属于你。突然好安静，我也好安静，整个直播间都好安静。像周边，像日就是日历呀、啊，或者是一些小都是布啊，这样子。安静，那你亲亲我。我老婆做饭。谢谢哦，谢谢见笑了送我的同心卡。感谢见笑了送我的同心卡，谢谢。不是要去吃夜宵吗？我又不想出门了。不用周边，就是因为花柠檬喜欢我。我他喵的不是花柠檬，我那个是二 B 小姐姐，屁屁啵啵。我那个是二 B 小姐姐，你再说花柠檬，我就穿过网线揍你。今天有点清纯，今天妆化的比较淡。他老说我那个白发 cos 像花玲珑，把爷气笑了。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淋的整夜？曾被他过过的每个路口。威尔哥没去跟杜杜一样房管吧？他们到等级的要去跟杜杜要才会给房管。不然的话到等级直接给他扣上房管，到时候人家不要。播到几点了？今天可以看心情播到几点，因为我的时长完成了。流水的话，这个月是完不成了。世界并没有停留，只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又会主动。不能掐微信吗？幼宝你二十级了呗，你二十级了就可以掐微信啊。现在涨价了，现在涨价了，好像是二十二级，好像现在是二十二级了。不过你可以一个超火直接加我微信，走后门直接加我微信，一个超火你逆级拥有，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表情包都分享给你。我会把我所有的妮娜贝尔都分享给你，传下去。米娜喜欢走后门，去你的！我什么时候说什么喜欢走后门了？其实我一直想不通，就如果那些男孩如果就是跟别人走后门的，我以前甜心都白送了呗。哦，对哦，对哦，你要把以前送过甜心，对哦。那你还问我干啥？你直接霸道一点，能不能把你的微信直接发给我？霸道一点说，女人加我，那不就行了吗？啊？还有超火，那你霸道一点，直接把你的微信甩给我呀？你还问我？啊？我有权利吗？我有权利拒绝你吗？我没有。谢谢。清梦云溪送我的同行卡。我多大？我今年十八岁。女人的表情包谁？你要什么表情包？我还小，我不霸道，霸道就要从小培养。看面相，二十五以上，二十五，二十，二十什么三十八以下，我谢谢你，
我怎么可能，我再怎么样也不至于三十多吧。溜了溜了，晚安晚安。哼，等我不做直播了，我就做微商。你们都得被我刷屏。谢谢渣渣兔送我的单卡，感谢渣渣兔。那一定捧捧场，好。哎呀，我卖什么呢？卖，然后我就拉黑你啊！你做什么？我要支持你。今日份糖分超标，我直接给你买断货，让你刷不了屏。那我当代购，我卖奢侈品，我卖爱马仕。我这个不是头皮屑，哎呀，这个是我接头发的那个接口，不是头皮屑。这疫情你上哪带过去了？别提了，我之前买了一双鞋，那一个月了才到我手上，我就差骂那个代购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把我的鞋寄丢了是吧？结果是那一波好像就是海关都扣着，我的口红也特别晚才到，也是等了一个月。洛城哥哥买喜马拉雅吗？洛城哥哥，你就买一个带钻的喜马拉雅送给我老婆们吧。你批发100个。带钻的喜马拉雅好不好？让我暴富一波！谢谢小蘑菇送我的紫神机卡，谢谢狂傲送我的班卡，感谢狂傲送我的班卡。带钻的喜马拉雅，带钻的喜马拉雅得要100多吧，100多200吧。谢谢年少的狂傲送我的班卡，谢谢233送我的南水晶卡。洛城先小赚一个亿，群里面一人发一个喜马拉雅。带钻的200，不带钻的80。哦，好懂哦，你好懂哦。谢谢米娜兄38G送我的星空卡，谢谢静笑我送我的童心卡。带钻的老贵了，我有幸在别人的视频里面看到过一次。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喜马拉雅不带钻的，80万，我肯定不舍得买，80万我都能买。我都能买顶配未来了，你卡里还有89万呢，你他喵的，你为什么还想着我的89万啊？我这那个留着买未来呢。哎呀，我又啊。但是未来好丑啊！老婆要是哪天买个喜马拉雅，我们也算公爵过一毛钱，我不要，那玩意儿那个包那么贵，那出去是不是还得戴个手套，还要给他戴个防尘套才能出门。不行，我不适合。
朋友问我米娜多大，我说第七个字母，我数一下 A B C D E F G。未来别买了，买小鹏 P7 吧。嗯，深深给我发了一个那个 smart。这是你吗？你发誓。姐妹们，有人给我发腹肌了。就一般吧。你现在拍个小视频给我看。网图吗？我让他发誓，他说必是我。谢谢星星默默压送我的单卡。网图，你急了，你急了，你们急了。看到的胸毛，哎，不是胸毛，好像是个疤，不是个胸毛。等到六月我也有了，等到六月我也有了。这是谁呀、啊？你们猜？你们猜是谁？发照片的必须在腹肌上面写着22619。等六月吧，等六月屁屁在腹肌上面给我们写22619吧。谢谢星星么么呀送我的单卡，谢谢星星么么呀。或者你在你的腹肌上写上22619给我看一看。噔噔噔，今天这个发型好危险，为什么？不好看吗？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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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哥哥应该在跳舞的时候要跟他们说，跟那些色色的哥哥们说，哥哥送我一个飞机，你不送我飞机，妹妹就没有力气跳舞了。下次等到跳舞的时候跟他们说，不然的话他们看完就走。看完就走了，都没有机会掏他们包了。下次一定要记住。亏了，血亏。我念了半年多，有一点轮廓了。半年多才有轮廓呀，这么难的吗？完了，铁子们，这一周你们看看呀，你们看看这一周的超级粉丝团，这是人打的吗？你们看看呀，萌七、王永萌、男妹、玩表妹、噜噜啦啦，这是人打的吗？我他喵的看到这个，我直接裂开。现在不看斑眼了吗？不看了，现在没必要看斑眼刷时长了，这怎么办呀？我现在去买个彩票还来得及吗？谢谢一晨送我的班卡，感谢一晨，谢谢一晨送我的班卡。你说真的没有办法，你不能再回家。真是狂魔，
这一周估计第四名都难了哟。你要抢吗？我相信老婆。我拿什么抢？拿底裤抢。喜马拉雅贵就贵在恶语品吗？贵在他这个品牌啊，贵在皮皮呀、啊。但其实鳄鱼也不贵啊，就是贵在它是爱马仕。谢谢凯恩的野望送我的单卡。老婆，我现在天天在刮刮乐，刮刮乐不是骗人的吗？刮刮乐不是中不了奖吗？我之前刮了100，啥也没有。什么？喜马拉雅用的是尼摩鳄的皮，那有什么不一样吗？一种皮背着吓人，那种皮看着就吓人。刮10块中，刮20中2块，还不如买彩票。我觉得没有30以上背着不好看，我记得那个皮上、啊、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那是刮乐吗？那是做公益。屁屁好像有所感触哈。没有你的生活我从来不敢想象，我全部都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还不如买黄金，黄金确实最近涨得挺多的呀。谢谢我们熊宝送我的7个飞机，感谢我们熊宝送我的7个飞机。直接把我的飞机任务完成了一大半，往下4个飞机就可以完成飞机任务了。谢谢我熊宝送我的7个飞机，感谢我们熊宝送我的7个飞机，谢谢小听雨送我的紫水晶塔。买黄金在你最难的时候还能帮到你，买那种黄金首饰吗？那万一跌了怎么办？万一黄金跌了怎么咋办呢？买金条，金条不是老贵了？金条不得10000块钱一条吗？最近也是400，那你最近肯定不买啊，最近那么贵。今天几点下班？1:30吧。反正全都是我不敢出现打扰你的世界，包一整个金条是最便宜的一个加工费。金条多少钱一条啊？是按克数吗？还是它都是那么重的一条？我昨天看那个什么急诊室护士，我看有一个女孩说什么突然就头疼之后就送到医院之后偏瘫了，然后说什么是熬夜熬的，中风了。谢谢莫瑞士尼亚送我的4个动感高空飞机，他直接帮我把飞机任务完成了耶。谢谢莫瑞士尼亚送我的动感高空飞机，谢谢莫瑞士尼亚，谢谢你送我的动感高空飞机，谢谢小金人送我的钻粉卡，感谢小金人，谢谢小金人送我的好的钻粉卡，谢谢莫瑞士尼亚，谢谢你送我的4个飞机。然后那个医生说是什么
熬夜熬的，然后说让我们年轻人要多补充维 C， 我就立马，我连那个综艺我连那个急诊室护士我都不看了，我就直接去叮当快药买了3块钱的维 C。嗯，谢谢 Mary 老婆，夸我都不好意思，谢谢莫莉，谢谢。小金人今天女朋友睡啦，有空回来看看看看兄弟们。3块钱预防中风，医生说的，医生说让我们多补充维 C。医生的话，当然是好，当然是对的。怎么不见你 PK？ 我 PK 有点尬。医生说，就 VC 的话，就3块钱的那种就可以了，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用，3块钱的就可以了。嗯，老婆不爱吃水果，我还好，我有段时间挺爱吃水果的，我现在还好，现在不是很喜欢吃水果了。因为吃水果有糖分会胖，因为吃药片也不喜欢吃水果，药片一下就吃下去了，多喝杨枝甘露就好了。杨枝甘露会胖呀，杨枝甘露会胖啊。你讲的是泥画还是磷画？不是泥画还是磷画？那是什么？护士阿姨有凝蔗糖，那些凝蔗糖都是假的。那凝蔗糖都是有糖的，只是用的糖不一样而已，还是普通的糖。恭喜小新人，小新人咋了？是隔一起了吗？是在一起了吗？果糖人体不能分解，代糖不也是糖吗？要去女朋友家里，是见家长吗？还是单纯的去女朋友家？啊，还是单纯的去女朋友家？啊？五一去女朋友家见家长啊？哦，见家长，那挺好的。你记得，胡子剃干净，衣服穿正经，不要花里胡哨的，单色的最好。你头发你理干净，不要留那么长的头发，不要给我整个锡纸烫去。礼物要带好，做得到吗？要帮忙摆碗筷，吃饭不要吧唧嘴，不要翻菜，然后多吃一点，不要吃太多，然后吃完饭帮忙洗碗。我直接周润发，周润发有点油了吧？这挺有经验，这啥挺有经验？你自己爸妈喜欢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不知道啊，是不是？对，记得带点礼物，记得带上我，他喵我去挨揍是吧？不能上厕所那个笑死我。尤其是不能上大色。我之前看到一个搞笑段子，说去见家长，把人家马桶拉堵了，那太尴尬了。
谢谢林伟翔送我的班卡，感谢林伟翔送我的班卡。经验丰富啊，去了多少男生家？不是这种礼仪之术，这很正常吧？你电视剧你都看得多呀，现在的短剧多少啊？现在有多少短剧？你们看看，刷刷小视频就知道了该怎么做。谢谢，感谢逃亡送我的小星星，哇，谢谢逃亡，感谢逃亡送我的小星星，我的抑郁症任务也过了，谢谢逃亡，感谢逃亡送我的小星星，大家可以给我送办卡，我们办卡任务差不多，差140张办卡。为什么你这么大不被逼累？那超管我又不是勾，你超管他能把这两个说成是勾吗？你看到我没有勾啊，我勾没有啊，这两个又不算勾的呢，这两个最多就算两个莫名的凸起啊。所以的话，超管有证据吗？有证据说我漏勾漏太多了吗？他没有证据啊。谢谢抱着咪咪睡觉送我的星空卡，谢谢抱着咪咪睡觉，谢谢温柔送我的12张星空卡，谢谢温柔，感谢温柔送我的12张星空卡。那是鼓包，对，鼓包。谢谢欢喜哥送我的班卡，我们还差，谢谢冰。爱喝冰奶茶送我的办卡，我们还差122张办卡，122张办卡就完成办卡任务了。被蚊子叮肿了 ？No， 其实我的膝盖放在上面，这是我的膝盖。镜头往下点，谁看你？你别说话了，我谁想看你说话呀？谢谢政委送我的班卡，感谢。捏屁股。气呗，不是。你们还真信我是 G 呗？我只有 E， 没有 G， 哪有 G 那么夸张？谢谢神马天上牛云送我的赞粉卡，谢谢神马天上牛云。你快睡吧，快睡吧，你现在睡都睡，只能睡7个小时了，赶紧睡。晚安。今天跳舞结束了，对，你想看跳舞的可以用超火点。哇，这是什么？泡芙，泡芙晚上好，泡芙，泡芙波波雨，泡芙波波雨。谢谢温柔送我的星际飞车，感谢温柔送我的星际飞车。7个小时不够睡，不如通宵吧，小猴子，你当喵的。不许通宵，小心中风。那医生说了，现在中风率现在年轻化了。不是，你们看到没？这个小 M， 这 M 宝怎么又开始抽幸福券了？不会吧，不会吧 ，M 宝，你不会以为你跟我一样 O 吧？啊？小 M 出了，真的假的？我看看出了啥。那我就等着你明天的腹肌了。小抽10年摩天轮，那是赚了还是亏了？那是赚了还是亏了？哇，
谢，谢谢胖虎送我的水人胶杯套，胖虎，你是瞧不起我，小夫吗？你是瞧不起我小夫吗？谢谢胖虎送我的水人胶一套，感谢胖虎，谢谢 M 宝送我的同心卡，谢谢大菠萝送我的同心卡，胖虎胖虎噗噗噗，噔噔噔，谢谢大菠萝送我的同心卡。感谢大菠萝，哇啊，我真的好好看哦，罗曼迪克送我的两个班卡，感谢罗曼迪克。斗鱼第一风景线不是白叫了，哎，低调低调。谢谢罗曼迪克送我的两个班卡。今天舞蹈结束了，你想看跳舞可以那个超火点。哎，这负担太重了，勒得我的肉生疼。谢谢。八百里星河送我的么么哒，感谢八百里星河送我的么么哒。我好久没有自拍了，最近都不想自拍，感觉自己的颜值没有什么变化，不想自拍。之前有个女孩说我天天搁朋友圈发自拍，所以她把我删了。我受伤了，现在都不想自拍了。胸上怎么长毛了？这是挡沟的。你这么没眼光，他欺负我，他嫌我烦。谢谢恩宝，感谢恩宝送我的盛典办卡，谢谢恩宝送我的盛典办卡。你肯定在朋友圈发自拍刷屏，那再刷屏能刷成啥样嘛？啊，那能有多过分嘛？啊，我的二星任务差400就过了。哎呦，头痒。办卡任务看一下还差多少。球球刷我屏，看一下我今天拍照好不好看。不好看。 VV 老婆晚安， VV 老婆晚安。不好看，不拍。谢谢祝你可爱又开心送我的班卡，谢谢。有点饿了，待会儿吃点什么呢？胖虎今天是我们的日榜第一耶，谢谢胖虎。胖虎，
亲我一口。谢谢泡芙。哎，我口红掉了。谢谢胖虎送我的心动火箭，谢谢胖虎送我的心动火箭，谢谢怪星座的办卡。胖虎好像是四川的是吧？嗯嗯，谢谢怪星送我的办卡。我是混血吗？我怎么可能是混血？我是哦，我是混血，我村头混村尾。哎，对了，我去茂名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啊？总觉得你声音变细腻了。我声音没变啊。谢谢让送我的班卡，谢谢怪星送我的班卡，共享单车。高铁，我看一下有没有直达的。直达的哟，都要换乘，没有直达的。都没有直达的。要坐飞机，他要转，他要在，他要坐高铁的话，要在广州的那个火车站转。飞湛江然后转高铁到茂名。飞湛江为什么要飞去湛江啊？空降空你妈，我外婆七十大寿。对啊，我外婆满七十，因为过年的时候本来不是说提前办酒吗？我外婆不肯，然后就家里人，舅舅，两个舅舅，然后还有爸妈，过去给我外婆多神杯。不知道我弟会不会去，我弟估计不会去。广东不是有疫情吗？我弟应该不会去。票车票给我在哪里？我背你回去。茂名没机场，高铁没直达啊？真的假的？茂名还没有机场吗？哦，难怪茄子说他坐船。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去海口吗？茄子说他坐船过来，还是坐车过来？哈，那就直接广州中转一下就好了。广州应该没有什么疫情。茂名是冻水哦。余花，到
到站要应援的吗？51天超良心，我他喵的，我买个应援要你们来接我是吧？啊，车站接我啊，米娜米娜啊，米娜好美，啊，你看我这演的怎么样？我只要21天，选我选我选我。到茂名深深去给你几分几根牌，大可不必。我会射死的。你好自虐，哪里自虐了？哪有？管饭吧，不管饭。谢谢欧牛牛送我的班卡。大家，哎呀，大家快送我办卡！我们办卡还差110张办卡就能完成办卡任务，还差110张办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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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哦，臭宝儿，谢谢猫猫的臭宝儿送我的班卡，谢谢帅到没朋友送我的班卡，谢谢，感谢你的鬼话送我的4个班卡，谢谢你的鬼话送我的4个班卡，谢谢你的鬼话。谢谢屁屁宝贝送我的男士金卡，谢谢我们屁屁宝贝。还差，看一下，应该还差100个吧，我还差103个办卡。谢谢你的鬼话送我的6个7个办卡，谢谢熊宝送我的66个，谢谢熊宝，感谢熊宝送我的66个蓝卡，谢谢熊宝送我的96+96个办卡，谢谢熊宝，哎嘿，完成了办卡任务，完成了，哦耶，哦耶，接下来就来炒火和火箭了，今天大家都出肉了。让他缓一下，谢谢 ZCGCXXZ 送我的南水金卡，谢谢参送我的本卡。把金蛋拉下来缓一下 ，Leader 我看到难说，那没办法的呀，他就是这样。谢谢小伦送我班卡，谢谢小伦，好，谢谢温柔送我的星球还有小星星，谢谢温柔，感谢温柔送了188个小星星和188个星球，谢谢温柔。我感觉大家今天的过了12点之后，流水都一般了。他们分数都没有涨得特别离谱。谢谢阿文送我的班卡，感谢阿文送我的班卡。周一也是哦，周一大家都要上班了，都睡了，那我也准备溜了吧，我也准备溜了，这超火和火箭太难等了，估计等不到了，那种周一休息哦，我时常完成了，你可以上海飞湛江，湛江高铁刚报名8个小时哦，谢
谢花你送我的班卡，谢谢。我就准备下了，你们会想我吗？你们会想我吗？明天不见你们会想我吗？转件新发型，我要染个绿色，我要把这玩意染成绿的。叫花梨，不是绿色火山台词，别这么高要求，别这么认真。对，那就好。不想我这，你说绿色说了有一年了，哎呀，这么认真干嘛呀？哎呀，你想绿谁？我想绿王嘉尔。我想绿王嘉尔。呀，肚子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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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肚子痛！啊，谢谢，欢迎你送我的班卡。那我走了，我走了，肚子痛。怎么点舞？不会有人要点舞吧？我都要下播了，不会有人要点舞吧？加我，又超我加我微信也不是不可以的。点舞就算了，要下播了。那我走了。最后一首歌。来自 H3R3 的忘不掉你，祝大家做个好梦，晚安，我们周二再见。有多么痛，说我没勇气敢问你的，多么怕你放开的太过容易了，多可笑，这生活忘不掉你，可笑的是我没法想你要随着，我像是风儿打你从来不在，两人的对话声我依然独白。早被冰冷覆盖，你让我像是一个无赖，我却还回着头走，每一分钟都在提醒着我，你变得狂野都甚至没有底线，在我的脑海重复不断围绕，你又是否太过简陋，是我不懂还是你没在意过，是我没理解到还是你在敷衍，欺骗的同时还能做到微笑，心门的大雨将我的温柔浇灭，却表现得无